一局游戏让对面的打野质疑我是小无代，别的不敢说，反正这局的打法一定打破了你们往常对李白的认知，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，简单说就是你们上你们也上。这局的开局我习惯性的把中路和上路的正式给做了，于是便成功的吸引到了对面的注意。不过好在哥们越挫越勇，反手就又打出了属于自己的节奏。现在想跑晚了，扛塔杀不掉，出来等兵线见塔。先让你跑一会儿，你还是走不掉。这就是闪现李白的自信。之后对面便给了我更大的压力，以至于我在常规的对线中根本打不出优势。那么这时候这套打法的核心，没错，就是围绕着推塔来的。可对面也不是傻子，常规的推塔自然无法轻易在对面有视野的情况下轻易拿下。那么如果没视野的话不就可以了吗？首先提前站好位置，观察小地图，看好我方的兵线，等我方兵线快到我方高地防御塔的时候迅速出击，这样就能刚好把对面的兵线卡在对方高地防御塔上，人塔一起打，回血的同时推对方的防御塔。而李白有两个无法选中的技能，刚好可以重置对面防御塔的两次塔上，然后再放弃李白的传统初衷，出两件气血之刃，这样续航就完全达得到了，并且伤害也不会牺牲太多。来呀，他其实这次卡的位置什么的都没怎么操作，不然能推掉对面的防御塔的血量是很可观的。不信你们再看，先根据我方的兵线判断对面兵线的到达情况，然后迅速出击，人塔一起打。等差不多了，对面的兵清完了，估计对面也反应过来，快过了，我们直接走，就这效率，根本留不住啊！接下来就让你们看看这种打法的李白的统治力。我真该死了，无处安放的。那。